我又一出道就作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先天不良，后天不足。你哪里的那个？大家知道他那个腹腔演唱哦，哎呦，腹腔演唱大概无人能及的。我变换一下好吗？水准的一个演出，太可怕了，这水准太高了啦！讲真心话，这个是给音乐人听的。以前我们做工地秀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哦，而且唱那个歌《暗壁之母》，暗壁的魔哈哈，有个暗壁的魔哈，你不知道他主持的多棒。但是唱那一首，我的脸会痛啊！要，我们可以帮你啊，先哥，鱿鱼可以帮你，鱿鱼的掌力，怎么来？这首歌是《浪花劫人生》，《浪花劫人生》，对，他真的是太厉害了，英文歌曲也会唱，日文也会唱。你知道我今天很开心吗？没事，可以跟他们一起表演，很棒呢。跟声呢？我以前唱起来很好听。对呀，我以前如果能够像他这样的话，我也不用作怪。你看，哎呦，我又一出道就作怪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先天不良，后天不足。你哪里的那个？你可爱，蔡姐姐，你这是一种艺术的展现，很前卫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就当一个艺人应该要这样，我出来就是要异于常人，光鲜亮丽。要不普通人，人家看你干嘛？对呀，说的对啦，还是你们首先了解我，但其实是因为先天不良啦。今天哦，龟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你大家知道她那个腹腔演唱哦，哎呦，腹腔演唱大概无人能及的，她会腹语，like old Carol。我变换一下好吗？